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两款暴兽猎人玩，这是魅惑海神、地狱三头蛇。我们先看看魅惑海神。这是一款变形对战玩具，包装上面有魅惑海神的卡通形象，就像是一只鸟啊，有尖尖的嘴，还有翅膀。里面有四张暴兽卡、拍拍卡。魅惑海神 VS 地狱三头蛇，哇，超级的炫酷啊！一共有十款暴兽猎人玩具。两款玩具都拆出来啦，小朋友们来玩对战游戏啦。先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通用技能卡，这是魅惑海神的技能卡，屠杀石流，飞300，速500，钢0，斩200，火甲突击，还有烈火冲波，这是召唤卡一张。给小朋友们介绍介绍地狱三头蛇通用技能卡，龙影分身，飞200，速300，钢200，斩300，火球连弹，超级碾压，还有一张召唤卡，还有专属技能卡。小朋友们，对战游戏开始喽！先玩一玩魅惑海神，记住口号：暴变出击。战斗，暴变出击！啊，好炫酷啊！战斗模式是斩，攻击力400。看它的形态，像不像是一只海马呢？有长长的嘴，特别是尾巴非常像，还有尾巴，这里像是翅膀，把它变成蛋形态。变形成功啦，非常简单。看看地狱三头蛇有多少攻击力呢？转起来，再来一次，一起喊口号：暴变出击！看看它的战斗模式是钢。攻击力100，看它的形态，哇，这是一条紫色的蛇，它有三只头，看起来好恐怖啊！还有尾巴，把它变成蛋形态了。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啦。魅惑海神赢了，战斗力400，地狱三头蛇呢100，魅惑海神比地狱三头蛇多了300。第二局比赛开始了，暴变出击，看是多少。战斗模式钢，
攻击力200。好，魅惑海神转动，暴变出击。战斗模式飞，攻击力500。又是魅惑海神赢了，魅惑海神比地狱三头蛇多了300战斗力。两局的比赛都是魅惑海神赢了，魅惑海神真棒啊！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